我收到了这个存证信函，啊，要我3天以内回应，啊，那今天的所有这个记者会就是我的回应。有人指控黄伟哲收钱不办事，我当然必须善尽查证的责任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偷吃袂摸你嘴齿，做贼摸袂过乡里。桃山院竟然把这个根本不需要台南市议会审核的案子，他说要等到议会结束以后才发放，哦，这整个这个案子在这边就有谈到钱了，就有索贿的行动。那这个事情整个全部是经过我一一查证以后，最后他们愿意提供了这些汇款单，请黄市长你出来说清楚讲明白，你做不到，还发函给我3天以内要我说清楚，我今天就说清楚。贵姓？姓李，李瑞祥。对，那李先生可以请教一下，所以从头到尾开口的是黄伟哲市长嘛？那另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交付了760万，要帮我们确定一下那个数字跟那个跟你开口比低的那个人是谁？哎呀，你讲啦，阮协调伫迄阵，大家第二下食饭哦，已经大家拢有一个心内有一个默契啊。啊，我的律师唔知影尔，有一个默契，大家就主要拢沟通了啊，才去食饭的。先行沟通，确定数额1000万，再参与参会，是安尼个对啊？是啊。六个人，只有你的律师不知道有这个代对价关系。对。所以律师是带资料要去说明你是合法的而已。他先汇220万，再加一张支票500万，对方嫌他公家呢？伊讲我信用歹啊，爱心换。对方说他信用不好，所以要先给钱，所以他们又汇了200万跟300万以后，他才把支票还给你。对。